好，那就开始北京周赛120，这次是 Soul 的林萨，还有 Nigo 的马尔斯。Soul 是其实他是经常使用的，他的 main 是 DDD 大王，但是可能经常有一些特别难打的角色，所以非常非常难。对，所以他可能现在练习是林萨。对，但选择的不真的不错，对，但是难度是跟 DDD 大王相比还是特别难，所以看看Soul是这次的比赛的季节中能不能变强，我们可以看看。然后马尔斯的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对，这林萨这个下臂真的太优秀，对。尼古刚才想适时阻止回传或者手边，但是就是下臂没想到这个体蓄反顶比较长，但是马尔斯是这个非常漂亮的适时，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接杀。哦 ，OK， 可以可以，红红。然后哦，空前没成功，但是好，现在是索尔是可以就是继续保持那个三条命就可以啊，应该回不来吧？啊，能回来，能回来啊！这个就是索尔的非常漂亮的空前。现在尼古是先可能想着急击杀吧，要不然稍微难。马尔斯是早击杀很强，但是如果越百分比高了，就有点。自己也难受，对，哇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一点，看来索尔的一个林萨是比以前真的好多，对，他的一个打法是比以前真的没必要的动作是很少了，对，但是尼古也是现在开始手边，这一点，漂亮的空后，好，这个是其实。这个是没想，可能索尔也是没想到是会成功。77的话还没有击杀百分比，但是85，空上啊上 A， 啊试试空后，但没成功。先尼古想把他对手的百分比高了，哦，又来了这个马尔斯的魅力，马尔斯的魅力。但是下臂还需要，还能不用了，非常漂亮，保留了下臂了。这个下臂空下的时候稍微麻烦。哦，来了。好。现在74的话，其实马尔斯的前点就可以直接击杀的可能性也很大。哦，下一点。好，这个是有点互相很难击杀的百分比了。但是这个稍微 Nigo 比较轻松一点，因为他的百分比118的话，一次手边或者甜点就击杀。现在索尔有点着急，但是没续，直接上臂。好，1-0。好，那索尔1-0。好，他放掉卡洛斯和那个村砖，然后选择是优势古石，哎，选择是哦，索尔是没有变化，但是尼古改变是艾克，艾克的喜欢的场地就是优势古石，上边也可以击杀，左边右边也可以击杀，但看一下。其实这个地图是林萨也其实能早击杀，所以看情况。然后完全是变，如果索尔是能改变，就是针对艾克的打，那肯定就是非常好。但已经我看得到有一点改变，跟艾克打和马尔斯打的有区别。但是这个漂亮空前。空上，但是这个，哇，
这个有啊，这个太强了，能不能回来 ？OK， 88，88，哇，百米一模一样，差一点，这个着急，这个着急，应该死吧？对，这个是一个林萨太轻，寒碧，哦，真的吗？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对，但是这个是狂后吧？啊，好。那现在是哦，现在 Nigo 的目的是还是比较安全一点，先安全上臂伤害伤害，然后一旦攻击成功的话开始63，所以有点着急，但是直接主动上臂非常漂亮，32D耶，无情的 D 耶，哦，这个是普臂的一个力量，红 A 韩币，哇，这个44，还好没有把死的把韩币，但是这个可能稍微难，所以来说特别特别难受的时代。空前韩 smash， 这个有点欲望太大了，90的话真的死吗？哇，好，1-1，好漂亮，一级一阶带走。好，那就看看他选择是什么地图。嗯，找哪了？对，还是尊尊和卡洛斯搬掉了。好，看看是战场。好，那角色是艾克和林萨没变化，直接上一杀。这次的话，看啊，战场，对，哦，好，战场的话，上边可能击杀稍微难，所以就是，但这个伤害41比较强，嗯，像 smash 直接可以防御之后，枪比很漂亮的 Nigo， 但是。空前，这个空前是你就非常强，哎，来了枪毙，这个 D 也是如果成功的话可能死了，85 OK， 应该不会死，很好的 DI， 嗯，哇，哦，范围很大，哦，嗯，哦，有机会了，啊，机会不是，这个有点着急的闪避，好，好，攻击范围是还是艾克比较长，所以是。林萨是看看如何自己的攻击击杀范围，先看看伏壁，哦，啊，有点可惜。漂亮的空后，哦，我先离开。啊，有机会了，嗯，还行，韩币离开。又来了，68，哦，差一点死，差一点，哦，直接想死了 ，DI 错了 ，DI 错吧，是还有加上他的那个，怒气，漂亮，但是很硬的啊，又来了。嗯，这个闪避，然后，嗯，空后，漂亮的空后，但是这个能不能先离开？但是，哦，闪避没成功，现在索尔非常着急击杀，好，
这个说错了就安斯蒂。好，2-1，尼狗。